中了，这一只不小哦，果然是大麦虫的，但是要下去了，要把桶子丢下去了。哇，蛮高的。哎呦，哎，从这边拉。拉不回来。哇，不要冲下去啊，靠腰哦。大概27吧。27不用网子，直接给它提起来就好了。我不要钻，不要钻，不要钻，那边有洞！我靠啊靠！哎呦，我以为要钻进去了。哦，还有下面还有好几只在追。哦，有没有用？我靠，大只好几只。哇哇哇哇！靠腰！哇，这个时候最危险。哇，快30哎、欸！哇，弄不进来！啊你娘嘞，老皮！哇你嘞，靠呀！哇！哇哇哇哇！快掉，真的快掉了！哇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再一下看就要掉了，提起来好了，弯弄不进去。哦，哎呀，啊你啊喂，大概28了。哦，第一发，第一发，隆重介绍第一发，你看拢辛苦拢表兄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下面跑上来的鱼啊，都是受伤的，中了，这一只就不小了，一凹了，还要插洞，这只该。跟第一只差不多，大概27、28了。先让它累一下，哦，下去了。哦，我这边不好下，哇塞，我只能提起来了。这次下面没有再跟了，哇哇哇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应该没地了，给它提起来好了。没办法下去耶，哦，拉不起来，来来来，哦，我靠腰，又冲一次，还有那么有力，没力了哈。Love you, man.
等一下，不要冲动，啊！还好，比第一只还小啦，大概26而已。哦，那26啦，我都讲今仔一定送诶，有无？送啦，几乎都是九班的，这只比较不同，有可能是苦花，所以拍一下。还没看到鱼，因为这只是钓吐丝的，所以要拍一下，有苦花的机会很大。啊，苦花，没错。因为苦花比较少，所以我一直钓大麦虫，然后偶尔我看到苦花在翻，我换一下吐丝，就中一尾苦花了。所以你要来这边钓，就是看你自己啦，你想钓苦花就钓吐丝，但是就要等啦。其实不小哦，25哦。但是如果你想钓爽的话，就钓九班。哦，没办没办，这位有25了，刚才他就在那边翻呢、啊，呀，这样子啊，钓吐丝只要夹得起啊，这个体型在下游就算很不错了，中啦、啊，哦，这只不小哎、欸。都不动，完了！哇，从后面，你狗啊较细哩，哦，抽，我靠，你是金鬼，勾到了，又是勾到了。哇！哦，大苦蛙都勾到了，应该不是勾到的吧？正吃的，怎么可能勾到？那信号这么明确，哇，破吃了，还没有了，28，28，哇！来。哇，抽！喂，你身体为什么有一点？哦，我靠！哇，这一点和我上次钓的那只一样哎。但是不会是上次那只，因为上次那只在平广溪啊。呜，啊你娘喂！这只大概应该快30，还没有30，难怪一开始就顶，我等下抽啊。